武汉肺炎疫情摊家规世界，组织基金会发起素食饥荒抗疫活动，何必定张阮厚觉嘛真认同，因此是率领着工作同仁响应食一天的素食活动。武汉肺炎疫情全球延烧，组织基金会发起一日素食饥荒抗疫活动，何必定张阮厚觉也真认同推广素食的理念，率领定工所的同仁做伙响应活动。为了新冠肺炎的一个现在的目前的状况，我们的法师这边正言法师这边来提供我们一个素食，让我们大家能够少荤多素，好、哦、来共响应这个，也期许我们也期望我们这个肺炎能够早日能够平息。来到和美镇公所，我们准备了200份的素食餐盒，那希望。让所有的里面的所有的服务人员呢，哈，能够响应素食，响应素食斋戒。组织师兄师姐炸着秘密的200份素食便当，免费发送给工作上班的同仁，希望借由推广素食的活动，让更多乡亲了解，食材除了营养，更能兼顾体内环保，提升免疫力。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。